浮草为影，自死而生。若能照亮你的前路，纵使燃尽我的生命，也是一种乐事吧。若微臣输了，便与叶凝之同罪，共赴死路。他叫魏广，是本宫的第一谋臣。原来是魏大人。你真的好迷人，不如做我的女人吧。从今天起，如果有人问，你就说你是我的女人。对于我来说，叶凝之就是最重要的事。国事战事我魏广都做过，皇上只需要履行承诺，我就可以牵着你的手离开皇宫。我已经是后宫的宁贵妃了。魏广这个人不可信任。臣所思所想只是大梁太平和天下百姓的安危罢了。皇上，你必须相信魏广。臣最不相信就是魏广。皇上，你怎么由得他们这么放肆？君要臣死，臣不能不死。皇上早已大势已去，臣可以带兵撤退，可臣哎呀。我余生所走的每一步，都是为了能让你得到真正的快乐和自由。